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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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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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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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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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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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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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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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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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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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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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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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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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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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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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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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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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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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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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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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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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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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那现在呢，正是冬季啊。我想起来，在东北，冬天啊，转为春天的时候，一种场景。你看这个东北啊，非常的冷。我在吉林待过冬天，那个冰结多厚呢？一点不吓唬你，1米以上，冰啊，1米以上厚，1米、1米2，那冰面上跑坦克车是毫无问题的。以前都听说过，那走人更不用说了，那开车啊，到冬天了，河都是大桥，没有什么桥，那车都顺便那个就从河面就开过去，所以它这个冰非常厚。那到了春天呢，叫化冻。整个冬天是那条河都冻住了，整个山全部都冻住了，就水全部都冻到底，有的河浅一点就冻到底了。那春天化冰，你们知道是怎么化吗？太阳在上面照，但是上面是不化，化冰从下面开始。哎，你奇怪啊，你在表面看还是冰的。但是比如一米厚的，好，这80公分厚，它从底下开始化，然后底下开始有流水了，就是开始淌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化的还有60公分啊，40公分、20公分，你上面看是好的，但这时候你千万不要上去走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底下化，因为上面啊还是这个寒风在吹的，还是硬的啊，化到一定程度上面就开始松了、脆了、软了。有的小孩你不往上一走，啪就掉下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承载不起来了。其实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心髓啊，众生的心本来就像水一样，是柔软的，是清净的啊，是流动的、灵活的啊，是可以光彩照人的、透明的。但是呢，被无明的寒风啊，我们有无明啊无明烦恼啊，这烦恼的风一起，无明的这个冷空气一吹，怎么样，贪嗔痴三毒的冰就结上了，
就很硬了，这个心就很硬，对人对事啊发脾气，硬得不得了，没一点柔软。好，佛法的春天一来，念阿弥陀佛了，佛的这个佛法，阿弥陀佛的极乐春天，风一吹，佛光一照，那我们从这个心里边开始暖，从心里边开始化。这个三垢就说贪嗔痴三毒，从底下消化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啊。等你知道了，都已经是那叫破冰了。等我们知道的时候，这个都你们要到临终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佛来了，那个时候都已经接你到净土去了。现在说我怎么念了佛，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就好像那个春天来了，你看表面还是冰，底下已经开始流动了。所以啊，他经文里就讲得很清楚，三垢消灭，身意柔软。这个柔软从里边开始的。那太阳的光是从外往里照，比如你晒一件毛衣，在外面慢慢往里边熏，外面干里边干，比如晒柴啊，外面干了里边还是湿的。但佛法的光明不一样，从里往外起作用，里边开始暖，开始融化。这个怎么能体现呢？我每一个人也想到，比如说念佛了，学佛了，但是还是会发脾气的。别人看你没有感觉，但你自己会知道，你回去啊，你会忏悔，哎呀，我今天怎么又这样了，我真不该。但内心你自己知道啊，是不是你在里边吗？外边人家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甚至还有你自己都不知道。这叫阿弥陀佛在啊里边的调适的作用。等到我们自己知道了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所以大家也通过这个也能理解。因为这个地它为什么从下面开始化呢？因为地啊，这个大地的本身啊，它地底是有暖气的。这个也春天一到，它的暖气发动，它就往上一走。我们的心里面本来这个有佛性的种子，佛性的光明，有佛性的温暖，有佛性的慈悲，但是呢被它封盖住了。所以阿弥陀佛用它的光来，它不是从外面起作用，它是跟我们内心里边那种气相感应。所以从里边它是内外夹击，里面开始化，外面开始照，化外面照，咔，好，三毒冰就化掉了，到极乐世界通通都化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